只要几块便利店的小蛋糕，就能解锁超好吃的会爆浆的月饼。小蛋糕掰碎，加咖啡粉和牛奶打一打，不爱喝咖啡的不加也可以。打成这个状态之后，揉成团子，再把奶酪块包进去。没有奶酪块的也可以换成喜欢的水果，我用的是榴莲。这款模具的名字叫月宫玉兔。微波炉加热20秒，马上就变成流心月饼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快艾特你的闺蜜做给你吃吧。